本國中央銀行上個星期宣布，將基準利率的隔夜拆息維持不變，保留在同一月相同的 4.5%。今次是本國12個月以來首次暫停加息，亦是七國集團當中首個暫停加息步伐的國家。究竟本國為何不跟隨美國的加息步伐呢？時事平台星期日晚8:35，我們會請來嘉賓和大家一起討論這個議題。